10月6日是谢楠的生日，晚间谢楠通过微博晒和俩儿子的照片，并幸福的配文称：“活到现在这个年纪，人间还是很值得。”照片中，谢楠穿着黑色连帽卫衣，留着清爽的短发，一脸素颜，露出幸福的微笑。虽然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，但仍非常的清纯漂亮，双手捂住无所谓的脸蛋，比着剪刀手，无所谓小朋友坐在椅子上，头靠在椅背上，任由妈妈折腾，看着很是暖心。小儿子被奶奶抱在怀里，脸被打上了马赛克。肉肉的小手和脚丫显得十分的呆萌可爱。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：“生日快乐，少女！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